宗坤翻版王彩桦老公惊爆暧昧女员工，十年婚姻触礁。王彩桦惊爆婚姻触礁，又为老公黄品文。图翻摄王彩桦脸书，20万01804.10。48岁艺人王彩桦，平日上节目经常营造与老公黄品文恩爱的形象，但没想到却传出黄品文疑似劈腿，而且是跟公司里的28岁女员工 Y 女抱暧昧。情况犹如柯以柔、郭宗坤翻版，对象都是年轻员工。根据自由娱乐报道，有读者爆料，一名在黄品文所属公司工作的28岁 Y 女，身材姣好有爆乳，还参加过模特儿选拔大赛，属于敢露外放型的赖妹，是黄品文的助理，负责产品和直播节目。两人近期一起开直播亮相，一次背住王彩桦偷来暗举，即使王彩桦都会在一旁，但丝毫没察觉婚姻出问题。事实上，王彩桦之前就一直传出跟老公吵架的新闻。根据苹果日报报道，王彩桦也坦承夫妻俩最近有吵架，但只是因为直播节目压力大、开销也大的关系，否认老公与女员工背住她偷吃，而且还替 Y 女抱不平，认为她很善良，媒体没证据就乱爆料很无聊，更对这个女孩很不好。至于黄品文也否认，表示 Y 女只是负责产品和管理库存，也会跟她一起去跟厂商谈商品合作，仅此而已，埋怨无法控制别人乱说话。